有癌症之王之称的胰脏癌，因为早期症状不明显，往往确诊时病情都很严重了。高一公布一名病例，有位70多岁的妇人突然出现黄疸以及体重减轻等症状，经过内视镜超音波检查，确诊罹患胰脏癌。医师及时装置支架后，病患才得以顺利接受化学治疗。胰脏癌被称为癌症之王，尽管每10万人平均只有10多人罹患，但因为很难发现，等到确诊时病情都已经相当严重。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举行记者会，说明透过内视镜超音波，比起传统方式更容易确诊病患是否罹患胰脏癌。没办法得到一些确定的诊断的话，你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为病患做规划跟解释。那过去的话，一些取样的方式来讲的话，是有所谓开刀取样以及用电脑断层导引的取样，但他们造成的一些创伤有时候稍微大一些，甚至影响到其他的器官。那借我们内视镜超音波的做法之下，我们可以造成小小的创伤，取得有效的组织，那可以帮病人得到后续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一个答案。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建议针对胰脏的一些肿瘤，我们可以考虑用内视镜超音波去做一些算是确诊的动作。医师表示，胰脏癌早期都没有明显症状，等到出现黄疸、体重减轻或是持续上腹部疼痛时，都已经是后期癌症。因此有相关家族史或是体重过重的民众，如果有类似症状时，千万别轻忽大意。假设说你有一些急速的一个体重的减轻，然后黄疸，那甚至就是说你的一个上腹痛没办法进入一些可能药物的治疗能够有效的改善之下，可能都要考虑赶快来查一下是不是胰脏这个器官。其实像有一些血糖突然之间一个急剧的变化，本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一个控制的变得很差，或者一些血糖的一些异常的一些变化，这都是要小心。所以比如说我们会建议各位的一些算是民众，假如说以上的这些症状或者说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腹痛一直无法说有效的一些找出原因，我想胰脏这个器官要非常小心。高医表示，超音波就像是医师的第三只眼，但容易受到气体阻碍，无法做到精准判断。这时如果结合内视镜，不但能够突破限制，让检查没有死角，也可以及时处理疾病产生的并发症，对于早一步诊断胰脏是否有肿瘤将有很大的帮助。记者王思武、张世明高雄报道。